什么了。好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，叫做《哎呀，是你上班迟到了》。对，其实在写自己上班会迟到的故事，就是提醒自己不要再迟到了啊。觉得现在好像没什么用啊。这个很简单，就字面上就是。我还想讲话，可是我想不出来。好，这首歌，大家听看看，对，还要迟上班迟到了。OK。你的眼睛深和蓝，要觉得可以暂时十分钟慢慢睁开，重重的双眼皮，用来起身打开手机，表情就像看到鬼的大喊，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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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上班迟到了，哦哦，耶耶，啦啦滴答滴答，嘿。一块面包，无法察觉奔跑，穿越人海车水马龙，在想。小心的晃神，公车就这样巴巴的走开，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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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相信大家都说过，哦，啊啊啊啊啊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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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班迟到了，哦。知道了，活该啊！谢谢。想偷看一下时间。